很有异域风情，很有特色，而且咱们还能接受，明白？看到说哥真姐厨子说来义乌吃什么？难道吃土耳其菜吗？俩人528，真的吃土耳其菜。还贪恋着你的风情，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。上菜还挺快，是吧？哎呦，先吃肉吧，先吃肉。我点这份十斤烤肉，102，应该挺行。看应该是牛上哪个位置，基本上没有咸蛋的，就是牛肉的味道，全熟。牛肉的味道很香，脂肪的味道非常香。这是啥呀？夹馍那个。你说这大家有多明白是什么？鸡肉，他们做的巨大的那个，一边烤一边往下片的那个。香料的味道很明显，它放了很多种香料，但咸淡口并不重。鸡肉也挺好吃的，鸡肉的口感吧，绝对没有咱们在夜市买那个土耳其烤肉夹馍口感那么嫩，但是它这里放的香料很香，鸡肉的味道也有，挺好吃的。他点的这个土耳其小号什么面包那俩字我还不认识，28块钱呢，这个面挺好吃。哇，它这个饼很香，就是面粉发酵，那种小麦的香味很明显，很重。整天念在这换手机，自己拆吧。可以啊，老唐，这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， 我抢都抢不到，你在加价买的啊？说什么？这苹果、华为都是我在左下角游戏里领的，你看你选一个。华为 Mate 60 Pro， 我抢都抢不到。不过我看你以前游戏里领的是14啊，这不是闹吗？有最新福利，我当然要安排给大家。这苹果、华为新款都出了，现在下载游戏就能看到手机领取界面了。我看看，这还真有啊！信了吧？左下角游戏厂商都说好了，只要从我这下载，都降低领取门槛，保证下载的玩家都能领。只要是从我左下角链接下载的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的领取界面，而且专属链接还帮你们加速，就只要完成任务，手机随便领，下载领就完事儿了。美拉纳馅饼80。这个是羊肉的，然后羊肉没有任何的膻臊味，好熟的羊肉撒到上面，然后奶酪、青椒、香菜。不过正常说吃，咱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口清，因为它没它已经撒了一层那个番茄酱，味道非常好。其实你就看它这个面团发酵特别透，有小麦的那种香味，非常香。啊，它边上有点芝麻，让你吃着觉得更香，因为不同版本的芝麻，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味道，好吧。开心果卡戴夫62，差的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打篮球了，不知道什么梗吧？不看 NBA 吧？哦，听，黄油的味道特别香，我这有点凉了，我这个凉透了，非常香。但是有一点，这玩意儿齁甜齁甜，一进去先是黄油的那种香味，然后是它这个酥脆的口感，再然后就是它这个齁甜齁甜的甜。再然后是有那个开心果的那种香味，你们想象吧，比齁都甜。我们又点了一个烤肉，叫什么？然后多少钱都忘了。鸡胸肉。哎，那这个味道我好像在新疆吃到过。奥尔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羊肉吗？嗯，哇，它这个羊肉都非常香，羊肉脂肪那种香味，一点膻臊味都没有，这羊肉的这个好吃。他得配点米饭和一点洋葱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酸奶肉丸，肉丸，然后鹰嘴豆。这个菜以前我都没听说过，我也不会做。我现在能告诉大家的状态，它就是什么？羊肉丸子加着这个豆和这鹰嘴豆一起去煮，煮的汤，汤收的很浓了，然后往里面加了大量的酸奶油，或者是说那种浓稠度很高很高的那种酸奶，带有一种醋和香料的那种香味。这个味道就有点极端，咱们这边很多人吃过，但我个人觉得挺好。是啊，你毕竟都是拿酸奶腌羊肉的人。哎，对吧？洋葱碎，破壁机打的那个洋葱蒜，加上酸奶油和这个羊肉丸子和那个什么一烩，放点孜然和辣椒。哎，你要不急，我就把这事忘得干干净净了。我去，这才一会就把华为 Mate 60 Pro 给我发货了，这效率可以啊。那可不，都说左下角是内部通道，比手机肯定快。坐着约啊，这顿是528，我们两个人吃了仨人的菜，他们家人均得100大几。这是土耳其的烤肉、酸奶、肉丸子比这些菜很好吃，包括那个他们叫馅饼，其实和披萨非常像，真的很好吃。
烤肉很香，菜也不错，很有异域风情，很有特色，而且咱们还能接受，明白？但是他们最有名的冰淇淋还没吃，我吃不动了。来一个吧。你怎么那么馋呢？冰激凌，别说啊。我吃吗？好吃。